regarding the epidemic. So the French news. 目前我们国内防控疫情的形势在持续向好，我们在继续做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在尽己所能向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所思所想和所做的，都是如何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国家和人民，同国际社会一道守望相助、相互支持，最大程度地去抢救。 和维护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我很想问问那些阴阳怪气、说风凉话的人，他们到底为抗击疫情做了什么？就像我刚才讲的，难道他们真的希望中国此时无动于衷吗？见死不救吗？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呢，能够客观看待中方对于 国际合作对其他国家抗疫提供援助的事实，能够多说一些，也多做一些有利于国际抗疫合作的事情。委内瑞拉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方始终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侵犯委内瑞拉的主权、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坚决反对任何的非法单边制裁。 中方敦促美方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干涉委内政。我们也呼吁各方以委人民的福祉为重，相向而行，多做有利于维护委内瑞拉和地区局势稳定、促进委内瑞拉问题和平解决的事情。 近期有很多国家呢，在中国市场采购医疗物资。我们在保证国内防疫需求的前提下，支持有资质、有信誉的企业开展医疗物资对外出口，并且在生产、运输、清关等各个环节为各国来华采购和企业有序的出口提供便利。那么，有的国家通过了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了商业采购的需求，我们就此呢推荐了有资质的 出口企业与外国的采购商沟通协商。那么，据我了解，外方的采购商没有反映通过上述渠道采购的物资有质量问题。的确，目前有很多国家都向中方提出了希望采购医疗物资。我刚才也介绍到，中国很多相关的企业呢，都在夜以继日的生产。 目的就是要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努力的保护更多人民的生命健康提供物资的保障。那么，中方帮助别人，这个心意是真诚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个别的问题，我想我们都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来立即予以合理的解决。那么，中方呢也愿意与有关部门就此保持密切的 沟通，但是我们希望呢，对这个问题呢，不要做政治化的解读。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只想纠正你一句：台湾不是什么国家。你提到的这个具体的数量， 我不太清楚，因为你知道，也有商业采购的渠道。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的是，我们非常重视和法国的关系，我们也很珍视同法国人民的友谊，我们也记得法国人民和政府在中国刚刚遭受肺炎疫情的时候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所以我们愿意尽我们所能向法方提供帮助和支持。这其中也包括为法国的有关在中国的商业采购提供便利。 那么，在这次电话通话当中呢，习近平主席表示，他十分的关心和担心，十分的关注和担心美国疫情的发展，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呢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政策举措，中国人民真诚的希望美国早日控制住疫情蔓延的势头，减少疫情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损失。 习近平主席也强调，中国对于开展国际防控合作一向是持积极的态度。
当前形势下，中美应该团结抗疫。那么中美双方呢，实际上卫生部门和防控的专家也一直就这个疫情的形势以及双边的防控合作保持着沟通，中方愿意继续毫无保留地同美方分享信息和经验。中国的一些省市和地方企业在纷纷向美国提供医疗物资援助，中方理解美方当前的困难处境，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表示了感谢。19, 2,